场正式的主题是巫术，所以我们不会提供任何的一次性餐具，请大家自带环保餐具来装食物。有九成的人都有自己带餐具，然后他们都不会忘，就是都不会没带餐具。然后我们希望把大家把这件事情推行在那个生活中，然后让大家一起来爱我们。